小区里捡到了一块石头。几百年前的今天，会不会也有人在准备着进京赶考啊？准备一块石头，零基础一看就会了，白色和灰色，远处的山颜色也是灰色的，橘黄加白，画出远处的亭子，用到卫生纸轻轻的拍上去，颜色加深，找一下层次，橘黄字提亮就可以了。零基础的你一定学会了吧？最后再画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，高考加油哦！关注我，以后的日子我教你画画吧。明天见。